明爱乐进学校位于沙田大围文礼路，学校周围环境优美，靠近城门河。学校是于1994年由香港明爱机构创办，并于1999年增设了住宿部，宿舍就在学校对面。我们为6至18岁的中度智障学童提供教育和上课日寄宿服务。我们学校有丰富的学校特色，称之为乐进七色。充满活力的教职员团队，明爱乐进学校的教职员是一队很有活力、很有承担的专业团队来的。我们活力充沛，乐于进步，重视团队精神。天主教教育核心价值，正向校园文化。我们深深体会到，教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是富有挑战性的，但是我们更加相信，每一位学生接受教育之后会不停进步。我们都坚守住天主教教育五个核心价值作为教育的基石。真理、主德、爱家、生命、以爱孕育良好品德。本校一直以正面鼓励及以爱孕育作主导，在日常的学习环境中，让学生体会和实践良好的品德，培养出关爱社会、负责任、互相尊重的正向品格。本校亦设有不同形式的品德辅导课，多角度地建构学生的正向价值。个别化教育计划，我们会照顾有个别差异的学生，所以学校有 IEP 计划。所谓 IEP 就是老师和专业团队为学生度身设计的教育计划。学校设有各种专业治疗训练，包括言语治疗、职业治疗、物理治疗等，训练学生不同方面的能力。与时并进的互动学习模式，学校透过善用平板电脑、电子书、 VR 设备等电子产品帮助学生学习。还有 STEM 教学， STEM 教学有别于传统的科目，除了跨学科知识外，特别着重培训学生的逻辑思维、解难能力等。另外，我们设有校园电视台，让学生多接触电子教学活动。全方位学习经历，透过多元的活动发展及发掘学生多方面的潜能。在体育方面，地壶、滚轴溜冰能够训练学生手脚活动能力。在艺术方面，中国鼓、沙画能够训练学生的创作能力。另外，在大型活动方面，全校旅行、节日联欢聚餐活动、教育营、境外游能够让学生学习建立人际关系。汇聚社区资源的生涯规划，学校定期都有家长义工协助组织活动，亦会在乐进工房、宿舍饭堂五线流程训练和职业教育课堂中协助老师指导学生，亦都让学生接触社会上不同的人。